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郭小庚，今天为大家做一道西红柿炒鸡蛋。主料：西红柿、鸡蛋。辅料：大葱、蒜。首先，我们将葱切成小段，蒜切片，西红柿表面划十字刀，放入开水中焯制，将西红柿取出，放入冷水盆中去皮，将西红柿切成小滚刀块，鸡蛋磕入碗中搅拌均匀，锅中放油，油热后倒入鸡蛋，炒至成熟，取出，接下来锅中倒入少许的底油，加入葱段和蒜片，炒香，倒入西红柿和鸡蛋，搅拌均匀后放入糖、盐、醋，继续翻炒，炒至成熟后取出装盘。今天我们这道西红柿炒鸡蛋就制作完成了。